烤竹夹鱼在日本许多餐厅都可以找到，今天我用空气炸锅来做它，简单又美味。竹夹鱼清洗干净后，在背部划开两刀，方便入味儿。首先咱们来腌制竹夹鱼，准备酱料，把姜切片儿，料酒、洋葱粉、蒜粉、蚝油、生抽、盐放入小碗中搅拌均匀，放入姜片，淋入酱汁，再均匀撒上白胡椒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拌好酱料的竹夹鱼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，4小时后取出，空气炸锅烤盘垫上锡纸，再刷一层油，烤盘放入竹夹鱼，鱼的表面刷一层油，空气炸锅195摄氏度，20分钟。烤大约10分钟后取出，补刷一次油。20分钟后，竹夹鱼烤好了。均匀撒上辣椒面、孜然粉、